如果是这个什么呢 ？Saving plan 讲呢？哦 ，Saving plan 是一个哦，我蛮喜欢的东西，因为这个我自己有的，因为我孩子一岁的时候我就跟他存了，现在我孩子九岁。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 plan 呢？因为今天如果我生病了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生病我不能工作，我银行的存款就一定是立刻停掉，我就不能再存钱了，对吧？可是如果今天我把钱存在我们的公司的话，我今天 有什么生病，比如说我就 cancer 啊 stroke heart attack 这些生病让我不能工作呢，我的 saving 还是在跑，因为呢公司会把我供到 maturity， I still enjoy everything in the 保单。对，这个是保什么呢？我是觉得最重要，今天我生病的话，因为这份东西我存给我孩子，我生病我不能再存，公司帮我存，我孩子还依然有这份保单或者这笔存款。如果今天我没生病呢，我自己可以存，他也有拿到这个存款，我的孩子是我在不在他都有 这一笔存款，这个是我要的东西啦，妈妈保护孩子的东西。对，我蛮喜欢这个存钱的，所以 waiver 在存钱的 function 是这样子用法的。